而不是说小价位打开它就要是大理石或者没有。给你们搞个小后浆啊，560克，我来给你们看一下，是个粉皮的，然后有棱有角的，有棱角说什么种还是比较老的啊。完了之后脱砂位置已经翻黑了，看到没有，这都是脱砂的位置。它是个粉皮的，粉皮说明什么，肉是很细的啊，肉细了做货就好看。然后看压灯表现漂亮吧，对吧，一灯一个灯泡吧，是不是妥妥的美，开完东西肉可细的一个东西，美不美吗自个看。然后呢放给粉丝玩的，小万放给粉丝玩的，然后起货做货肯定都没问题的，而且能出好几个件啊，实战出真理，不要叨叨，直接看结果。这个小价位的护浆开完了，过来给你们看一下啊，也是开着大窗，肉也是非常细的啊，但是有点绵。压灯来看的话，整个是满肉的一个东西，也是随便出件的啊。小价位的东西呢，就该有小价位的质量，而不是说小价位打开它就要是大理石或者没有种。好了，飞驰出品呢，定定精品，喜欢飞驰的双击加关注，爱你们。